了一些问题，所以呢，导致所有的球队他的训练都没有能够照常的进行。啊，时间还有，拉开空间，搭档拆，好球，漂亮，好球！哎，别着急，这是我们需要的，比较清晰。好球，挡一下，给高了，哦，漂亮，两个扑龙接力，再来一个，对。节奏稍微慢一下，我们看挡拆之后，马上就是二打一的局面，给一个好的高抛，抓起来了。对手还是场上的这个执法者，好嘛，非常的重视我们，给了前场球，这球应该是冒在了倒地的球员。以后组织联赛啊，夏季联赛啊，那我们邀请国外的队伍来打呀，对吧？好球，漂亮，非常硬下周琦。不仅把球扣进，还要走上罚球线。再来看一下这球啊，给的确实好。今天啊，有几次空中接力，特别是郭艾伦传出了几个好球。好，再来。哎呀，可惜，可惜了。其实节奏很不错、啊。对，今天找陈天杰找的比较多。好球，内传内。对，确实表现也不错。那你外线有一个点。好球！哦，可惜了，被破坏了。但是我们说，最近这段时间，像您所说的。这边兜出来，移动速度非常快，好帽，好，周琦又一帽，抓快攻，周琦转球非常快，直接杀篮下，被防住，看看反击有没有，周琦运球过半场，是，看赵继伟，看速度，找周琦，造成杀伤。他去年其实也参加夏季联赛，反击的机会。退的也够快啊，热火再给王哲林内传内，好球，周琦，漂亮。那大王的进攻吸引了更多的人，热火守了个联防，外线赵睿三分。今天好一点很有意思，就是今天的还可以追罚的非常棒，而且呢就是哨跟的也很紧，是，就是这个动作，整个的这个呼吸的状态已经不一样了，这个比赛强度啊，对，因为你平常可能你中国队也是加强了防守的强度，一个大帽，漂亮，那么熟悉，但是他老爸不陌生啊，阿隆佐莫宁啊，宁素之子，好球，干扰球了，两分有效，球冲起来三打三，